才的，可是我记得寝室若塞特斯拉是另一个我，另一个。不要闹别至少你没事，你先没关系。门没有上锁，也就是可是怎么办？等在这里毕竟不是办法。这里是这些人希儿都不认识，不过他们或许知道一些和这里有关的事。打扰了，请问，太好了，总算找到搭话的人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抱歉，我原本也想问这个问题。请问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神明的庇护所，能来到这里足以说明你的虔诚和福报，你通过了圣痕计划的考验。圣痕计划？你好。别过来，我不想和陌生人打交道。怎么办？他们好像比我更加茫然无措，我应该继续问下去吗？啊，白色衣服的漂亮姐姐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？我叫空，姐姐叫我小空就好了。我是希儿。小空，你在我醒来之前就见过我。这里是新亚特拉，我们野营。这孩子在来到这里之前，老师他说是老师带你到这里来的吗？我不知道老师现在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到处乱走，不可以离，虽然因为这里可是月亮上啊。月球。看着还在我睡着起啊，抱歉，我只是过于惊讶了。果然，毕竟连我们的旅行方式都很奇怪。这种方怎么办？突然出现，别担心，希儿姐姐。当然，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嘛。之前那两个姐姐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之前的一位金色头发，一位黑色头发。小空，抱歉，别慌，小空，是姐姐不好。不过，马克兔是老师送给我的机器人。如果没看来，如果就对了，如果把小空的烦恼。